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鱼。我们来看一下12月10号的运势对12星座的影响。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摩羯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黑色，适合去寻找发展的机会，不适合想太多。今天你能够按照计划找到具有潜在的能量的机会，团队也能带给你安慰和力量。第二名天蝎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蓝色，适合去投资或者是建立规则，不适合随心所欲。如果你平常有做规划准备，今天就能得到收获，会有这样的好机会，你也会被无条件的信任哦。第三名处女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白色，适合与别人和好修复感情，不适合指责别人哦。今天你是经营感情的好时机，说说心里话，彼此多了解对方一点很好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需要努力的星座，第一名射手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淡绿色，适合乐观一点，积极一点，不适合一成不变。今天要看到周围的人事物的优点，帮助你累积向前努力的力量。第二名牡羊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紫蓝色，适合挖掘原因，不适合太冲动。今天关于未来和目标的事情，你必须问自己几个深层的问题，再去做决定。第三名水瓶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深蓝色，适合去跟别人合作啊，或者是耐心一点，不适合一意孤行。今天对你来说，团队利益要排在个人利益的前面，能够为你想做的事情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，想要拿到发挥潜能的机会，耐心累积就很重要了。我们今天要一起加油哦。